能不能倒放蛋仔的语音包，看你还能不能猜出来他们是谁？倒放语音包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给我倒。这还是我认识的暴龙仔仔吗？能不能正常说话？关我们啥事吗？随后呢，我也是听了机组语音包啊，发现这位粉粉的提议确实很有意思啊。当然了，这好东西肯定不能一个人独享。奶奶快来，我给你找了个蛋搭子。啥？哪呢哪呢？哦，我的奶妃，你的蛋搭子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。眼前？嗯，在哪里？懂了，是我不配对吧？我现在已经入不了奶奶您的法眼了。哎，没有的事，咱俩可是老相好了。说吧，趁范特西不在，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不愧是奶奶，太懂我了。其实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和你玩一个你说啥？倒放云包大挑战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倒放语音猜角色是吧？嗯，没错。好，奶妃请听第一题。啊，来个树了呀，写的歪呀。啊，这啥了？这能不能再放一遍？啊，来个树了呀，写的歪呀。听出来是谁了吗？火星文肯定是听不明白了，但是通过我对他声音的分析，嗯，八九不离十就是汤圆。呀呀，我的馅儿要露出来了。嗯，家蛋们，这奶奶皮肤多，就是见识广呀。那是，也别光让我猜啊，你也听一个。妈的，你们要是闹行行不行？奶奶，你这个声音太明显了呀。红小豆，是不是红小豆？没事没事，希望在明天的吗？到我了。这个声音好熟悉啊，僵尸博士？没错，就是僵尸博士。哎呀，喜羊羊，我会回来报仇的。哎呀，奶奶行不行啊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居然都能猜错。别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可有难度了啊。老汉得那么瘦。嗯，这是谁？蛋仔里面，你确定有这个人吗？有的，肯定有。你要不说一句试试看？啊，我哈的那没手。好的，奶奶，请看 VCR。我什么？你的好啊？好。好，你个麻辣毛蛋，套路我的是吧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奶奶，你这是自愿说的啊，粉粉们可都听到了。我什么？你的好啊？